让我看看又出什么东西啦。咦，怎么又是这种主题的服装的，真不好看。不过这把 AK 看起来还行的样子，这 AK 有点像木乃伊那样用绷带给包起来的。这个新东西唯一好的一点就是不用抽，直接明码标价，我喜欢，咱们就买这把 AK。 大概遇到3000点券就能买永久，直接拿下木乃伊 AK。 耶，拿下就跑到游戏里面玩一玩，这局咱们主玩 AK， 航线再远也阻止不了我回高塔。队友更是励志，去到比我更远的水塔。哦，来，咱们比比谁快，嘿嘿。好像是他比我快一点。小心小心，我看到塔顶有一个人，他是个老六，我直接落在他的头顶。一动不动的老六是吧，你可尝过从天而降的枪法。不靠，嘿嘿，幸亏我看见了，不然队友可能被阴。美滋滋，又缴获了一把笑枪。队友让我发信号枪，不要急不要慌，因为我又听到头顶飞下来一个人。哟，看见他了，通过缝缝送他回家。躲在哪里都没有用。 OK， 现在可以把信号枪给打了，发两把，召唤两个空投，一人一个。信号枪发完之后，突然从天而降一个伞兵，笑死我了，跳到了我温暖的怀抱里。这孩子，你咋那么倒霉呢？这个空投我只拿一把狙就行，这局主玩 AK。再打一吗？啥？发了一个小枪，我不是已经发了吗？在这里呀，你快来拿。这把 AK 是真可以，配上木乃伊后感觉会更搭。可是我没有木乃伊，不知道这局敌人有没有穿木乃伊的，我直接去打劫一下。队友不要坐船，我有呼救器的。你看这个圈有多远，做呼救器多方便呀。再看一下我的 AK， 哟，洗不错。咱们直接攻占歪城蓝楼。队友不和我跳，我掐着一算，他一会儿就没了，然后我正好跳到复活塔旁边就能救他。不，哎呦我去，你看你看我这个乌鸦嘴，乌佩，我这个预言家说的没错吧。幸亏我在这里呀，不然复活时间都不够了。另一个队友死晚了一点，不然也能救。哎，咱们直接飞到前面去，这个圈我打过，最后肯定刷到外城边边的大红楼。来到这里，我开镜一看，这两个人在干嘛呀？是我一枪，我去，另一个消失了。我知道了，他们在搭仇呼叫器。笑死我了，另一个被我爆头留下，另一个被飞机带走了，非常的绝望，想救都救不了。就算他运气好，要是再给我一点时间，另一个也得被我爆头。突然后面传来枪声，
有个人趴在楼顶，直接一枪拿下，两枪不掉，他还有两个队友的。哎呦，我差点把我狙倒。我正在打药，队友端着狗杂就冲上去了。对面压根不是队友的对手，三两下双杀到手。哦！然后我缴获了一把斑马套装。哎呦我的妈！这个套装好像和这把枪也很配。我变成一只斑马啦！这敌人胆可真够大的，这么小的圈还敢坐发射舱飞下来，这不是自己暴露位置吗？不要急不要急，等我斑马去拉个枪线，枪线一拉倒他直接凉凉。 OK， 你已经死亡。哎我去，这枪怎么没中，穿过他的头被队友打中，好奇怪呀。你们再看一次，看到没，这枪瞄得很准，竟然这都空了，不科学。最后三打一，最后有个敌人瑟瑟发抖，快出来吧，不要再躲了。 Later， 找了几圈都没找到他，我怀疑他藏在加油站，用爆炸水枪排一下点。哦，队友被找到了，简简单单成功掐机，这局一整局都没有遇到木乃伊。不过我上一局遇到了的，只是没有打赢，因为手机充电断处了。起初我被四个人包围，那个木乃伊二话不说冲上去，直接被我连打带捕。还有三个，另外一个打算坐电梯从上面包围，另外两个正面强攻。我直接喷倒一个，哎，开不了枪了！哇，很可惜，刚刚一下子开不了枪。这时他们打算打协同，一个从上面，一个从下面。我打算先打上面的，但是我的开枪键再次失灵。你们应该也能听到。大盘鸡打了一枪就停了一下，我直接懵了，然后我就被包夹。好啦，我是唐心，下期视频见，拜拜。